箭三振，比赛结束。中华职棒35年下半赛季的冠军，要恭喜的是中信兄弟，在现场抛下了环彩带。打第一个球捞得很高，球往后追，追得到吗？落地成为了一支安打。那这样子，二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没有问题了，打下了超前分。这棒打出去又是中间方向的一个飞球，看着球越过去了，哇，双响炮啊！这一棒又是一个中间方向挑战最远的距离啊，有点倒刺甘蔗哦。哦呦，这棒打的是有很大力哦，出去全垒打，啊，全垒打三分炮，这个时候开出来，哇，比赛还有得打。出棒了，出棒了吗？再见三振，比赛结束。中华职棒35年下半赛季的冠军，要恭喜的是中信兄弟。那也是平野会议监督啊，总教练呢上任之后啊，第一个赛季啊就顺利的拿到了一个季冠军，然后呢闯进了这个季后赛。然后虽然是客队的这个。但是客队啊，那地主球队这边呢，桃园还是有保留15分钟的时间呢，会让这个球队在外野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庆祝仪式。